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带来了非常棒又好玩的海上郊游船给小朋友们玩哦。哇哦，海上郊游船又大又漂亮，船上可以钓鱼，还可以做饭哦。打开开关，看我们能钓几个海鲜呢？小鱼小虾开始游起来了，还有好听的音乐。哇，钓了一只大螃蟹。哦，龙虾。好，小鱼上钩了。还有海星，钓了一只海星，螃蟹，哇，今天真是一个大丰收呢，钓了好多呀。数一数，把它们放到盘子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共有六只呢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美味的海鲜啦，开火。放上锅。把海鲜倒进去。放佐料，好香啊！哈哈，一定很美味。铲子，搅一搅，拌一拌。好，熟喽，关火。倒进盘子里，哇哦！放上勺子、叉子，开吃啦，小朋友们！嘿嘿，尝一个海星，哇哦！味道美极了，朋友们，今天郊游开心吗？我们还有更多好玩的等着小朋友们来分享哦，拜拜。